奇，就是结束营业后呢，这些缆车会去哪里？缆车也要回家啊？好难！我们酿米酒的手艺已经传承了三代啊，很多衣服哎 ，Fashion Collection Bin。那这样的 T 恤呢，我们会把它变成包包。哇！小岛国大发现，星期一晚上8点，八频道。想要更多小岛国大发现的知识，记得收听李联合建文主持的《午后同学会》。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